这是个密码，那还有个密码，蛋糕吧。大型娱乐环节，这就是开锁。老板，你的门坏了，但明天没办法叫师傅来修，所以我帮你想了个办法，进出应该没问题。员工小王是？你把外面门变成这样子了呗？哦，是这个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所以他就把门反过来了。用这样的方式给星座取名字，就不会忘记我们的家。又到这点儿这个了哈，用这样的方式给星座取名字，就不会忘记我们的家。然后这个叫床座，三个点儿是个床，这个叫牛奶杯座，四个点儿，那这是什么座？是不是？他变成了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他是几个有联系的，他怎么就变成床了？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床啊 ，B E D bed，、这里是 M I L K， M I L K milk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但是怎么为什么？那你没法推出来啊，因为就算 B E D， 然后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几个英文是什么呢？哈，这很难。想重塑年轻吗？想永远没有褶皱吗？也不想。用蜜桃牌润肤乳，就像它一样，虽然很褶皱，但用完之后的效果是，哎，你看看，尴尬了，瞎了，烂了。No， 需要一些时间。哦。哇，好棒！这是什么 BED 是吧？对 BED MILK。 好啦，是 BED 吗？问题是肯定是 BED bad 吗？走，他变成了床 bad， 是不是？就是说他是几个有联系的，他怎么就变成床了？我好像知道了。你看啊，就把这些都对应到这些孔里面，你给我一下。这是 A， 这是 B， 这是 C， 这是 D， 这是 E， F， G， H， U， V， W， X， Y， Z， 这是 S， 这个是 P， 牛啊，这个是 O， 牛啊你，这个是 T， Sport。本季最厉害的，神，是不是碾压？哎，这束光是为你打的，这个瞬间真的碾压，炸裂了。其实刚刚是伦哥偷偷告诉我的。